站好了，别晃。阳光，你是设计师啊，你还是公关小姐呀？连续一周了吧？天天后半夜回来，哦，天天喝大，干嘛呢？依依都快不认识你了，知道吗？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没法过。过，太过分了，都跟我一个人喝。哎，老婆，你别生气了。生气，阳光，阳光，你电话。终于肯单独见我了。不是，咱俩的问题还是咱俩之间解决好不好？这天天夜店，我眼袋都快掉地下了。你花钱不说，这些同事也赔不起啊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回来上班。当初说好了一起共同进退，给我桌上拍了这个就走。你也太不仗义了吧！我现在已经签了新公司，再回去上班已经不可能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你签的是和嘉禾的合同，来南家也没差，我随时可以向江伯伯借条。你得答应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希望你能跟大刘好好的谈恋爱。大刘人其实挺好的，虽然嘴贱了一点，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。你们俩好好相处，行吗？交换条件？他真的挺喜欢你的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成交。孙运动呢？
哦，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？公司的事情忙也忙不完，这是孩子的成长，我不想错过。笑笑呢？哦，妈刚把笑笑抱下去晒太阳了。哦，对了，老公，把笑笑毯子拿下去晒一晒吧，今天天气好。嗯，好。还有别的要晒吗？没了。嗯。这里是我所有的证书，请你们过目。特级护理。哎呀，二级厨子。厉害。是啊，一六级英语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生命不息，学习不止。最近我在学习法语。Bonjour, je suis bien garçon。如果你们肯将孩子交给我的话，我保证，六个月让他学会说话，九个月开始学习英语，语境，你们懂吧？懂。英语学习语境最重要，所以我要你们全面说英语，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。您好，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等我一分钟。好了。好了，是的，姐姐。你们知道吗？细菌的繁殖速度非常快，比如大肠杆菌每隔20分钟就分裂一次，也就是一个变成两个，几个小时后也变成几百亿个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清洁。如果我到你们家，我每天要2个小时清洁一下地面，尤其是孩子特别害怕细菌。是。你们要吗？我们不要。不要。在你们做些之后，已经有几亿个细菌飞上身。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姓赵，说实话，我饭做的一般，家常菜都可以的，但饭店那些花样不行的。哦，家务活我都能做，带孩子嘛，我有一些做手工的小兴趣，不知道你们需不需要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呀，不是用水彩燃料画的画，而是用黑豆、红豆、大米等谷物做成的一幅小画。喜欢吗？这能吃吗？肯定不能吃。要不我们考虑考虑？好。好吧。谢谢。谢谢啊，这个还给你。那个送给你们吧。再见，感谢，谢谢，再见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哎呀，我觉得这姓赵的还正常的。要不选那个？不行，太吓人了。那个。